全场跟着高歌，乐坛天后泰勒斯世界巡演风靡全球，粉丝抢票热潮以及周边商品发酵，估计带来50亿美元，将近台币1600亿的经济效益。但不仅自己荷包满，泰勒斯也大方撒币，拿出5500万美元，相当台币18亿，奖励所有工作人员，连帮忙运送设备的货车司机，每人都拿到一张10万美元，约台币319万的大支票。Trucking company CEO says the drivers had no idea what was coming when they went to what looked like a routine meeting on Monday. That's when Swift surprised them with the six-figure checks, which their boss described as life-changing. 泰勒斯不止被赞天使老板，他还非常宠粉。暴雨中敬业演出到凌晨2点，还即将前往洛杉矶，7天内连唱6场，超狂体力令人钦佩。泰勒斯《The Air Tour》美国巡演即将结束，最近释出2024年亚洲巡回场次，包括2月在日本东京的4场演出，以及3月有6场在新加坡，最后将在8月于伦敦画下句点。天后魅力不可小觑，粉丝日夜排队，就是要一睹女神风采。三立新闻王尚颖报道。